我这直接我就，上来他就把药射了。这波我必杀他，闪一手吧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决定闪一手。杀开了啊！完美，可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这剑圣跟人拼，你是攒没攒被动都差不了太多吧？重印，而且那拉尔一开始就能先抠就先抠他。这是要变大了，他这种不带不灭的挺好的，没有骸骨肚疼。你追吧，我吃别人。哎呀，这蓝枪烦死了，蓝枪这兵线干个啥呀，还不好不上。看了多少血啊，我杀的拉尔应该都用不了，用不了什么东西就能杀他。这波兵线不要推啊，等个十九秒点燃好了越塔杀他。把药吃了，七秒，六秒，五秒，四秒，三秒，两秒，不行，打不死。看了一下，砍了两刀的伤害不够，伤害明显的不够，砍两刀算了，打。我要再一直砍，硬砍他，我估计我就得死了，不合适。他要一个人行，他一个人站塔下，我们给他那个 Q 有孤立无援，这就能杀。他塔下有兵，我们杀不了。他一个 Q 全 Q 兵上了。有点亏呀、啊。
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别发问号，我能想发问号了啊！别发问号了，我能想发问号了。这挺装啊，我发现呢。操你妹了，挺装逼呀、啊。把炮车给我吃了。曾经有其他人，我曾经有发现，一年复一年，装备能跑，那主要是有跳弹，这个跳弹挺烦人的。还好我这个车补上了，完美。别没完没了的啊！变小了，再来赶赶，这里应该有眼儿。武器在峡谷先锋啊，还是给我砸死了。我秒 W 有啥用啊？这个秒 W 有啥用啊？有什么用呢？
减伤更多，在哪减伤更多呀？减多少伤啊？那也没血呀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他没血，我上哪知道啊？隐藏机制，还有这机制呢？那行，以后我都秒用，行不行？哎，还行吧这。我是真不知道捡不捡。你们说捡那就捡吧，以后我就这么用。哎呦我单杀，刚才那塔砸了我多少血，有人看见没？刚上路塔砸了100多，好像。快中路守塔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需要一波团战。哎呦，我蛇女儿，我操！别射我，我受不了。蓝枪算是没了，就上路吧。哎，卡莎死了，塞纳也死了，死的人有点多呀。我们要不要等它变小？也没必要。
拉尔不出挺进破坏，还出这玩意儿了。我再试一下啊，56。100多，那确实减伤，关键他也没血呀。最底下写了。哎，我的炮车！我没想到剑圣一个简简单单的英雄还能用点操作，哎呦我天哪！有点难为我胖虎。这武器大师这英雄太克我了，谁高的莱克了？我操，寒冰高的莱克了，寒冰这波下路是4个打3个，死了3个，死了2个。AD 0-10，0-10，收集者多少钱呢？收集者差200，快上路守塔吧。这还守不了，这只能中路守了，看有没有机会吧。俺们家就我一个近战，哎，为什么这没砍死啊？这武器做点鞋吗？他 E 好了，我估计刚好差一秒，他 E 技能再慢一秒钟也能死。我有什么不能 Q 起手的？这波他杀塞纳用的 E 技能，我有什么不能 Q 起手的呢？我为什么不能 Q 起手啊？我 Q 躲 E 就打赢，武器是傻逼，回来让我平 A， 人家没有 Q 啊。他刚才杀塞纳把 E 用了，完事以后我还得就是等他 E 好了，完事我再上，完事我平 A， 然后人家 E 好了。
我离他是有距离的吧，我不是说贴他脸吧。这有什么问题呢？不是破不破防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这是。干嘛？你后边没有人呢，追啥呀？你追啥呀？那寒冰后边都没在，那老远的，你追我干啥呀？你要单杀我？我操了！咱也确实没办法回头，我不砍他好了。他妈这个牛头像个有病似的，那寒冰都没在这，他一直追我，我操了！我不回头 A 他好了，他真能追呀，他是。4秒。单杀，那寒冰没搁他后边，他怎么杀我？追了，跑太快了。闪现，差个西兰刀。差多少血砸死？你看你们也不团，一共两个人在对面。多团一团，一共就俩人，那都没有人，四个人一块儿走，那本来就四个 ADC， 连个空都没有啊，有空没前排又退，算了吧，这回走吧，你们三个打他们仨打不过，那寒冰都杀17个了，你上哪打得赢去？又没有 AP， 拉倒吧，那有个刘。这波可以打，那波比怎么跑这儿来了呀？不行，就先给我把这牛头杀了。有传送，有传送，没想到。算了，守塔吧。我还是得要无尽，只要这蛇女儿不出沙漏就没事儿。蛇女儿出沙漏了就不好打了。蛇女儿不出沙漏，那武器大师把 E 一用，我们就可以全杀。全 AD 的阵容是什么个问题呢？就是
伤害高，但是脆。就是有点怕那武器，一拳，回家，快点回家，快点回家，上路没了。哎，这寒冰这么长时间，我都杀他这么多波了，他怎么还能一拳啊？我杀了他三波，我不下杀了他三波，他这两千来块钱。差一点点十六级。你把红打了也行吧，我差一点点十六级，我们就守塔吧，反正对面也不打大龙，挺好。OK， 十六级。那武器大师单带，其实我不怕他，他装备没有我好。把他把劲用了就是。你不等我就打的能行？不着急上啊。守塔就完事了，这我就不上了，我上去杀他寒冰，我指定死不指定杀得了呢，拉倒了，不硬上，我们主要是守塔啊，等那波比跟那蓝枪全复活了，这拉尔啊也没有怒气了，蛇女也没有大了，这波他们也不一定能推得下来。守塔就行了，回家下边出来直接追着寒冰刷。这波直接追寒冰刷。还有意义，上路啊！那武器大师能打过吗？守中！哎呦，这流头，这流头太吓人了！这流头，快守中塔！你刘哥是真吓人呐，自己老一个人要上来杀我们，回家出去。
那能瞪着吗？不行，不能打，打这太冒险了，打不了。那大龙没法打。武器拆下怎么办？我们只能去打团了，这家肯定是守不了了，不守家了，我们赶紧去团吧。哎呀，这可怎么整？我自己上啊，算了，无所谓了，我上去看看吧，一刀秒不了就死了吧，拉倒。又他妈搁那刷先手 Q， 我先不先手 Q 怎么的还能打死啊？我先手 Q， 人家等着我 Q 起来；我后手 Q， 人家直接 Q W， 我这有什么用呢？先手后手又能有什么用呢？你说老搁这纠结这先手 Q 不 Q 的问题，你什么时候 Q 能打得死？这精神病。